北京市住建委、财政局、地税局昨天联合发文，放宽普通住宅标准，明确从10月8号起，购房人按新的标准纳税。按通知规定，普通住宅原则上按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1.0及以上，单套的建筑面积在140平方米及以下，并参考实际成交价格确定，符合标准的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。税收优惠包括个人销售购买满5年的普通住房免5.5%的营业税，个人购买90平方米以内的普通住房，属家庭唯一住房的，按1%的税率收契税。新标准实施以后，享受税收优惠的购房家庭的比重将会扩大到90%以上。